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只用20万零到578万是什么概念？我们一般只会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人：赌怪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，当年陈刀仔他能用20块赢到3700万，我卢本伟用20万赢到500万不是问题。埋伏他一手，这个牌不能捡，这个牌不用捡，他使劲了，反手给一个超级加倍，闷声发大财，他也超级加倍，但是不用怕，他的牌赢不了我。5678910两炸，很牛逼这个牌，如果能把这个 K 换成勾，我这个牌叫绝杀，可是换不得。单走一个六，傻逼，直接把 K 走了，走他一张二，顶他。阿姨，快点，阿姨，阿姨，你 K 都不要吗？阿姨，你快点呐、啊，阿姨，别磨磨蹭蹭的。5678910，打错了，应该打二的。给阿姨倒杯茶，好吧？给阿姨，给你倒一杯卡布奇诺。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，开始你的炸弹秀，炸他，炸他，漂亮！17张牌，你能秒我？你能秒杀我？你今天能17张牌把卢本伟秒了，我当场就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。最后一次买豆子，这400万是我最后的倔强。你们不可能再看见我为这个游戏充1块钱，不可能。这460万我要赢到4个亿。
生什么气呢？我拿来拿来，快，四个勾，抢地主拿过来，请你吃个番茄，小温暖。扑街啦你，扑街啦你！我的地主没敢抢，他真完蛋了，这个人是真的完蛋了，他没救了，你死定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死定了。这地主给我，我又赢80万了，哎，烦了。炸弹！好，你死定了，你不用想了，你炸弹。炸他！炸他！炸他！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炸他！算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你了，兄弟，用不着你了。机器皮，我真的烦。哎呀，我多打了一张。哎呀，我心态崩了，装备都没买。哎呀，我哭了。哎呀，好烦呀！老子举报。我开天王炸，我开战神王，我开超级炸飞，哇，这个牌还明牌不了，我去，这个牌明牌不了。不能明牌啊！不能明牌，这个牌很难受，我操！给你出，明不了牌啊，这牌得打飞机。很危险，我这个牌现在打要打，这个牌要打。炸我就输了，继续输。卢本伟再见，卢本伟宣布死亡，卢本伟宣布死亡。哇，还行。外面没炸了，外面没炸了，我想一下，外面没炸了，我不能炸，五张牌走不掉，忍你一手。 nice， 猜王，想都不用想，这个牌猜王直接猜，没炸了，外面打不过我的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
没炸你们两个想赢我，不存在的呀，不可能的呀，还请我吃番茄，小王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气不气啊？番茄皮是番茄牛肉，番茄猪肉，猪皮猪屎，猪脚猪毛猪头发。怎么叫啊？哇，强行叫地主，骂了一批，完了，这么倒霉，怎么是我强行叫了呀？哇，这两个狗贼，两个超级加倍，我看着难受啊。别炸，别炸，别。哎，我给你倒一杯卡巴奇诺，你有种炸老子！哎，还真有种，硬骨头，好吧，硬骨头，我们等会别急，我们一个三带一，这和连队走得清楚啊，老铁。今天如果你们俩兄弟有王炸，我卢本伟吃屎，我卢本伟吃屎，吃尿，吃马屎，狗屎，牛屎，牛尿，什么都吃。拿一块流屎上来吃，好吧？等会儿拿一块流屎上来吃，不就吃流屎吗？流屎，不就吃流屎吗？我吃不起吗？流屎，赢了我，我赢了，我赢了呀！你就是个软柿子。一人一个番茄，一人一口番茄炒蛋，番茄鸡蛋，番茄鼻屎，番茄鼻毛，番茄德芙，巧克力番茄。